港坐隧道巴过嚟，呢度咧上嚟一样。呢度好清楚就睇到晒九龙呢边嘅起社区，即系个避风塘。有个菠萝仔食堂啊，星期一、星期二休息，今日就帮衬唔到佢啦。有位对面都有好多位可以坐嘅，跟住尖嘴去啦，去公园喎、啊。狗仔原来可以喺度咧，系有得玩嘅，好多啲游火船。呢边可以过去艺术公园，自由空间。时候有好多古迹嘅食堂。佢要坐小巴，呢啲系免费服务嘅。去到头先嗰个入口啦，牌系苗圃公园，即系咪讲紧呢啲树啊？呢个苗圃即跟呢个咧就系西九办公室。走嗰阵时候，小巴咧可以去佐敦站。而家行过去入场啦。